起来了，浩哥。行了。这样这样，起来准备。嗯，对对。早早。哎，早。啊，起来起来起来，来吧，我们准备一下。这样还有十分钟就要来了。不会有手册吧？哦，这是怎么明天的任务？成员们，你们好！明天嗨放派成员魏大勋将正式加入。明早九点，他会带着工具突袭你们的房间，依次叫你们起床。你们要针对他的叫醒方式，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来吧，我们准备一下。把它布置一下。没有，我觉得自然一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你觉得他有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就。老师，好，就先这么定吧，就是不要想怎么想，只要吓到他就行。浩哥，我会这样。关灯，你稍微快点，我们闷死了在里面。我们记得我的策略。哦，好，对对对，冲我一下。哥，你怎么进去了？哎，我怎么进去我的房间？进不去了，房卡呢？你们谁有房卡？快，我没有房卡，没有房卡。这个刷脸吗？嘿，那怎么办？那我们两个就在这里睡啊。是，其自然了。我的天哪！快！天哪！还要叫他们，自己还没醒。哦，嗨放派基地，临时的。强光唤醒王嘉尔。这个灯真的是太烦人了！我来叫醒你们，怎么突然这样叫醒啊，哥？这是他给我的任务啊！你知道一起床这么强烈的光是对身体不好？那没事吧？你的身体？你们俩睡在一起，你不知道我们来这儿第一天晚上，我们四个人都睡在一个屋。对啊，他们给我的任务让我用强光。就因为嘉尔很闪耀，你要整我们还是？对，我的眼球不好，我以后看不见了、啊，不是就影响我视力，我演唱会上就看不到走位了。你拉倒吧，你演唱会那光那黄的比这个演唱会的光黄。这回看不见了，就缺点音乐，其他都齐了。哇，真的。这干嘛？这是叫他们的。这样的设计给你，你为什么会接受啊？咱们直接用。你接呢？
请往右看，请往右边看。哇 ，Hello baby。还出来我吓我一跳，从柜里出来的。玩我呢是吧？啊，你推我，他推的我是吧？谁呀、啊？碰瓷儿是吧？哎呦呦呦，我这，哎呦，来来来，哎呀，碰瓷儿是吧？哎，大姐，大姐，你这，哎呦我，哎呦我，大姐，你知道我俩为什么在一个屋吗？啊，是我们提前准备好了这个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有家房卡了，进不去，我进不去了。更没有带房卡，然后我就，你知道我在这儿低着的时候、啊，他看见我了，你知道吗？对，我说这个寸头是谁呀、啊？我是看到大勋往这儿看了，我余光看到浩哥的那个影子，我说完了完了，不行了，赶快来吧！哎、浩哥贼慌，真的欢迎，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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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欢迎家族啊！我们五个终于。之前你们可能没有主心骨，对对对，但是现在你们有了，更没有，现在更没有啊！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干嘛去啊？先吃早饭，吃早饭，吃早饭，走，哇，早餐早，吃早饭，吃早饭。哇，这个是我们最激烈的早上嘛？啊，不是第一期是。大勋，嗯，你经历了面试吗？我没有面试啊。你还没面试啊？我们是考上的啊。你考上了。大勋，你也来个面试吧。我补上你的面试。他们说我的年龄大了。你的年龄大，你让我们这啊？你猜我哪年？你不是小子。真的吗？眼睛。啊，这个玩意儿。面对面对面对。不是不是，就你不是看得出来，看得出来。之前有一些很尴尬的一些东西。什么？我坐这椅子上，我抱着这橘子，有个人后面拿个巨大的弹弓，把他给弹飞，把我给弹飞去，直接就9米。橘子看见就赶紧立刻测它的这个酸度有没有下降，有没有改变。哎，你不可以怀疑科学，对不对？对，你不能怀疑，就是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这全是科学依据，这玩意儿。酸度有改变吗？变了，真变了，真的是有。还有很多实验的橘子，那一天全是橘子的实验，所以它也是有生命的。有，而且你要在整个过程中，无论你转到哪，你要让它的眼睛时刻看到前面。它眼睛在哪呢？挂呀！你别不信，真的不信。不信，本来我们也不信。你现在笑是不是？我没有。你录过来以后，你会笑你自己现在在笑。我没笑。你会被惊到。我们一开始也是充满了这个怀疑，怀疑就是笑嘛，就是各种，这怎么可能？到时候都不笑，很严肃的吧？相信科学，相信科学，相信我们做的每一个实验。嗯。什么还不给来任务呢？任务，来了哈，说来就来，走，拿快递走。哎呀，今天就那么点儿，今天就一小箱。今天轻松了，你看大勋一来就轻松了。我们直接就在这儿就开始做了，就在客厅开始做了。对对对。啊，对对对，习惯就好。来来来，有手册吗？有的有的。哇，这么长，手册这么多。来来，展示，把卷纸给大勋看一下。你看这个卷纸不是一般的卷纸。对对对，我看字儿特慢，这字儿看半天。不会比我更慢。看一下，嗨放派的行程即将过半。今天你们要秉承嗨放派去找真相的宗旨，自导自演一部魔幻自制剧。所有的拍摄现场都要结合实验完成，用拍剧的方式让实验变得有趣，留下嗨放派史上甚至华语影视史上第一部用奇趣实验的方式呈现的短剧。晚上拍摄的内容会形成一部短片，并在点映会上播放。留下什么在哪里啊？点映会，就你白天拍完晚上看。哎，对对对，对。雷不是要拍戏吗？我是第一部。雷的机会来了。机会来，我的第一部。机会来，我第一个作品。男一，男一，男一，男一。